新理旗下将军澳天津三 B 今日开放示范单位之余，更同步公布首批108伙嘅价单，定价最平约490万起，尺价12000几。新地库董事总经理雷霆形容，今次嘅定价系超级超级喜悦价。我哋首张价单嘅价钱咧系12000余至16000余嘅。大家如果稍後咧細心計算咧，係不難咧，就係會計算得到咧。我哋天津三 B 首批嘅價錢咧，會係同天津三 A 首批嘅價錢咧大致相若。所以咧，以三 B 嗰個建築質素同埋優越嘅海景咧，我哋覺得咧定價咧係非常之合理嘅。示範單位採四房連雙套房及儲物室連設設計，發展商將此雙類型嘅單位。命名为天津海之尊，入到单位会见到厅区呈长形，连接特大露台，用色以古铜金色为主调，放置意大利彩绿色桌椅同深灰色 sofa， 亦有生活品味嘅摆设。我哋而家睇下单位特色之一嘅 showcase kitchen。厨房呢度除咗设备齐全，仲空间阔落，同标准单位一样，发展商将部分墙身改装成玻璃窗，扩阔室内空间感。發展商只有咁嘅設計，係方便廚房同廳區對望，形容係一種藝術。至於浴室方面，就用上酒店式設計。而睡房中，其中兩間經過改裝，放置梳化等傢俬。另外兩間套房就貫徹全屋嘅設計風格，其中主人套房本身同埋其相連嘅浴室空間闊落，配設精緻嘅用具，風格高貴。最后睇埋单位入面经改装嘅储物室连厕，而家再带大家睇下同一个单位嘅无改动交流标准单位。